本来想对你好点，可是你总有办法让我想咬断你的脖子。别装睡。我睡着了，我什么都听不到。在你的山里待着，你跑我这小院里来做什么呀？你身边的那个男人是不是涂山家的？我身边那个男人，你说的是哪个呀？串子、麻子还是老木啊？本来想对你好点，可是你总有办法让我想咬断你的脖子。你可是越来越不注意形象了哈！我知道你是个妖怪，可是这心里知道是一回事儿，这表面上看出你露这个獠牙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你应该知道，无论是人族还是神族，都是只喜欢表面，完全不注重内在的种族，连吃个饭都讲究色香俱全，娶个媳妇儿都要挑最好看的。不像你们妖怪，只要够肥、够大、够仙就行。那个男人到底是不是涂山青？我说他不是，你也不信啊？很好。能不能别笑了？你这么笑的我瘆得慌。我跟他不熟，你要想找他你自己去找。我跟他更不熟，我跟你比较熟。妖怪讲笑话可真够冷的。军营里不少人中了瘴毒，急需一批药物，你让涂山璟帮我们弄点药。凭什么？你是谁啊？就凭我能吃了你。